人生你知道吗？没有别的方法，他叫就是你没办法做任何事情。我是还好，我对于他们叫这个东西还蛮有。那你不是这个吗？对，很重，晚上很睡，我只能，只能忍受，不能做，只能忍受。可是你每天这样子睡觉的话，他也会上升到五百。每天呢？反正因为我下班回家很迟，干嘛这么喜欢？下班回家很几点？我这么关门就几点？哦对哦，哦这是幸福的阶段。像今天是第一天我回去，他差不多快要睡了。啊，其他时间都回去，我还要再搞个半天。但没办法，我办啊，公司又没开那么久，我也想说开到九点，在我在公司好好的待就好了。但声音加班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另外再搞一个生日，晚一点。可以还好，因为他们是最后一个才能开的。对，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啊，像这样的诊所也是开的，还有很多啊。那个不叫早就能开，那个牙至少开电视是有肩膀。最好开是我开，最好要啊，网球运动 ，long contact sport， 第一个开，然后第二个开的就是说那个 chiropractic， 然后还有一些拍手套门的手套是最后，跟着健身房起来，跟着健身房开的，然后还有。开班的时候其实也就一个月左右，就是完全没有人，都不知道什么来啊，也差不多一个多月这样。之后的话就有人想要退啊，开始你知道吗？开始。我平常自己在那里的呀，我觉得他家长是开的那里，哪里是在旁边啊？你说那个店还有偏见，偏见在开。哦，坐在旁边，路过旁边出来的。我只知道那个黑店会健康。那你是那个黑店大董王旁边？大董王旁边是什么？大董王旁边不是有那个战斗之大的？哦，你说那一个？哦，我知道，他是那个，他的那个衣服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头衣帽吗？对，然后有一个人踩脚嘛，然后有一个踩背，也有一个。哦，那个他们现在拍的人都不礼拜两开的，那个要适合要适合的，要买公司的啦，场子进的也很少，他们量太少。他们只有三个场子。对啊，因为我也去过啊，他们进的货很少。啊，你那个公司本来就是用很少，那客人他场子用了多少，你都看得出来，他们自己。因为他们做一些换的，而且这也是不大做的。哇，那真好，那他们拉就他那个可能，他总不可能不用吧？我跟你讲，真、就、的、是、他们那个可能真的很多啊。他都是开起来的，应该都是。他现在一个礼拜才开两次。开放式的，智慧健康嘛，你之前打算开了，然后就没收，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开。智慧健康算是我们台湾的高人，智慧健康就台湾门类的，就在那个大会场上面，而且他有一堆台湾商人，你都觉得很有意思，是吗？没有，我喜欢讲。然后后来因为学生家长开。还有手上有一堆台湾食物，专门英国台湾食物，而且都是大妈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就是按脚，对不对？脚还是有按身体，不过健康方面，除了踩背没有其他什么。还好，我觉得这个跟哪
一间给他看出来，我是那一间的位置，我就给他看，我不是给他直接去看。对，至少人家的环境比较好，他工作也会好。哎，不要八张九呢？那没有差。你那个师傅，给那个人卖，他可能有空就有空，他可能没空就没空。他手上有一堆人，遇到一些好的单，他们手上，所以他的打坐会很快。而且你不要看没他工作，然后他自己找客，反正他怎么样都是赚的。师傅也是要跟他。有一个叫做。灰。在样跟师傅。那个好像会开了蛮多间，他都在办公大楼，然后不是房间，一个床一个床，然后在那里分室，有点像房间，因为太多了，让他分。我看我朋友圈，我他好，他有两三间，两三间能够开的，蛮爽的。应该有一点多吧，没什么多。对这个小孩嘛，我靠，你拿那么少，回家都差不多睡了。你把他关起来啊！我不就想啊，你早说把那俩关了。就是关起来没？关起来不关他也吵，就是关起来。男的女的？啊，男的女的？女的应该还好。他两百，恐怖。我的小孩是很乖，我的小孩真的就是老大，真的是乖到。害怕会有什么？小二就稍微正常一点，但也是跟其他小孩比较起来，真的是还是来一个男人两个女人，哎呦是哟。老大真的就是乖到一点，说都有坏。你们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的？我就只希望他帅一点，他非常的安静。对啊，真的是，我都快被烦死了。你跟我讲说你希望他帅一点，我今天下午就跟老师说。讲话，他太安静、害羞、爱内向，然后很多事情他就很害怕。他很女生应该的，他很会想。女生应该的啊。哦，这有什么有问题？没有啊，但是小孩子啊，小孩子通常没有那么多思考。要在桌子上，他看就按一看，他就想起来，他就会。摔下去，哦，就是他想摔下去，他都看到了，他就小孩现在是好像就下去了，然后就下去了。你是说你蛮大的？那我在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对，那老大小时候他就摔一次、两次，他就危险，对，他所以他。